完事就下播了，这首歌有些太难唱了，我可能不太行。嗨，泡泡。啊，第一个是什么来着？谢谢泡泡的田野卡丁车，谢谢泡泡，谢谢泡泡的荧光棒。哎，怎么那么难呀？不行，再让我来一遍。不行，紧张来了个连麦，我接一下连麦。哎，这首歌，我等会儿再准备一下。觉得好有点难，感觉。嗨嗨，妙妙。Hello。畅畅。嗨。这怎么好像时光倒流似的？又上。又是我们。这点儿现在我认识的开播的主播真的不多，一轮我就下。我觉得像，谢谢草莓牛奶的荧光棒，是电缸，但是接的电脑里面的一个音源，我打算去淘宝买个。我的房间号吗？我这个连麦的上面没有那个提示。55089975508997。55089975508997。啊，再拉个谁呢？都在局里边。SD 他们都在呢。干啥呢？都约好了是吧？咦，欢迎兔。驾 ！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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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今天好紫啊！没错，我今天穿个紫毛衣，然后打了个紫光。我就说嘛，前面好像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我打个绿光。还有人吗？没有哎，我自从那几天播完户外回来，就没人找我连麦了。啊，为啥呀？他们可能以为我还在户外播。也有可能。小莫在。小莫，你告诉我房间号，我拉他就行。79351什么局啊？才艺局。7935177，7935177，我好像没有连过这个小姐姐。嗨，小莫，哇，好好看！ Hello. 你这是染发了吗？还是掉了？哇，我还蛮喜欢这个掉的颜色的。这得是什么颜色？染了个粉色。对，我刚说像粉色，哦，好，真的好好看。下一次我就 Hello， 哎，还是一个多人局，也是 Hello， 我刚去看你直播了，但是我看你在开视频，完了之后，啊、完了，我斗胆
坦邀请了你、啊、没有，因为我就是因为闲的才看视频嘛。啊、嗯、对，我比较斗胆，我比较斗胆邀了你。那个那个以后别抖，以后马上邀。好、啊、这话我记着了。行，那今天咱们来个音乐剧吧、嗯、我们就来个才艺剧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反正在座各位 okay, 有一个算一个的是吧，唱歌都嘎嘎一嘎子，这一波真的纯纯质量局，家人们，这一波质量拉满。嗯，我是意外啊、哦、那咱开个几分钟不行？随便。我听大家的。那才艺局那就五分钟吧。啊，好嘞好嘞好嘞。你们看他们，看我呢。来个卡吧，我又不好看。三星其实可以过一下，就加班了，可以过一下。又金，我头一次看见小木耳，头一次。嗯哼，头一次吗？头一次。Hello， 你染这个头发又更好看了，宝贝。你那天跑过来说一句是吧，你怎么每天都这么精致，给我都说不好意思。哦，谢谢。真的我的水晶球。真的，你每天都好精致、哦、就对，他真的每次都很精致，都特哇，真的、哦、每一天真的。对，谢谢峰哥，谢谢峰哥的水晶飞机、紫水晶卡和克拉钻戒，谢谢峰哥，峰哥大气，谢谢 Mango 的大气。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有没有鱼丸就是比较精致、嗯、随便画画就很精致、啊、对，没错。五官很好看、嗯、那不行，我化妆得化一个多小时呢。你化妆要化一个多小时啊、嗯、对，我眉毛这什么睫毛什么的都得一个多小时。没人欢迎我，没人跟我，欢迎杨哥，杨哥来舞蹈。你还要贴睫毛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直播还要贴睫毛的？谢谢 Mango 的山水初逢。这种不贴，上直播那不贴没啥区别呀。感谢他的钻粉，我操，太卷了！竟然有女主播直播贴睫毛？什么？竟然有女主播这个化妆都化了都不贴睫毛？你眼妆都化了不贴睫毛，那太浪费了。我甚至有时候不刷睫毛膏，我刷了睫毛膏就是对我水友最大的尊重了，我觉得。小二营长，谢我榜一。谢谢 Mango 的山水初逢。好像人家都贴的比较简单了，就贴几根。我操，完了，我卡了。没事，我明天不用贴了，明天我就种睫毛了。哎，我种了，这两天眼睛很不舒服。这两天眼睛很难受，对，是碰到那个胶水辣到了吗？不，我只要每天晚上洗脸的时候就会辣到我，可辣了。啊？每天都是辣妹，真的很辣，眼睛不舒服，真的是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不想再种了，这次种的可能不是很好，它这个胶、哦。怪不得你哦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就是你，因为你背景有点黑嘛，我现在看出来了。嗯，我把你放大看一下。嗯，我接了。这样的这个光也很好看哎。他今天打了个紫光，他说他是紫光好看的，氛围灯好看。开了一个这个光，这不会射、哦、照眼睛难受吗？还好我没有调很高，它可以调很亮很亮。然后我就那别了，那刺眼睛。对，好看的。眼睛看久了会很难受。感谢糖糖的钻粉卡，谢谢。谢谢昵称的浪漫。其实浪漫，他们都好精致啊。大家问什么是种睫毛，我得解释一下什么。下次来南京我带你去种舒服的睫毛。哎，这个真的太硬了，这个睫毛扎死我。我也不种睫毛。我是颜粉主播，能贴睫毛吗？睫毛我不会贴，我手有点残。你们种下睫毛吗？种过下睫毛吗？种过，掉得快。对，我种过一 次,、哎、过一次，我的下睫毛和上睫毛会粘在一起，眼睛会扒不开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买那个下睫毛贴可方便了，你就买贴下面就贴个三撮四撮，贴不来。那种仙女毛是吧？我要把你拉大，他会给你剪断的，他给你剪断的。我直播的时候从来不贴下睫毛的，因为我觉得不配，大家不配。哦、兄弟们，他真的好精致。我出门见人得贴下睫毛。时尚上应该在骂这些人聊什么，在聊什么？我感觉鱼子酱也插不进去话了，很舒服的。没有像你们这种天生丽质的人，不用后天来，我就睫毛短，都我都得自己贴。唱闭麦问什么是种睫毛？睫毛谢谢小明的棒棒糖，感谢。种什么？谢谢。时常说什么种睫毛？用土不？感谢小甜犬。哦，谢出行的水晶飞给，谢出行。MIND 的班卡，谢谢。谢谢比较有永恒钻戒，谢谢票，谢我出行。泡泡泡泡
啊，倒数第二了，倒数第二了，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咱打不过，咱破个蛋呢。钻戒，感谢小甜犬的钻粉卡，谢谢。谢谢小甜犬的十张钻粉卡，大气大气，太令人羡慕了吧？这要这个结束五分钟 P 完了，就一个人每个人都会唱一首。嗯，对，没错。要不我们三星凑一下吧，就差两个飞机。这个 P 完了吗？黄头发妹妹，不是，如果要是让我定的话，就得我维持在第一名才可以，我才可以定谁先唱，唱什么风格啥的，你知道吧？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所以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听到了吗？啊，感谢，谢谢老陆的两个巅峰火箭。但是我看不到，牛啊牛啊，但是我有点看不到这个在哪里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牛逼！好好好，老陆说想听什么？牛啊！感谢老陆，啊、感谢小甜犬、啊，感谢糖糖，谢谢。哎、可不可以每个人唱一个风格啊？还是就都是一个风格啊？都可以，你赢了你定。你说，你说，你最大，你说。对，那就黄头发妹妹先来一首吧。我这就去把它染成别的颜色。来，黄头发妹妹先来一首擅长的吧。酷酷也是黄头发。随便你想唱什么。这酷酷也是黄头发。棕黄。这是棕头发。棕头发妹妹。先黄头发妹妹吧。风格不能重复是吧？不是不是，不能重复，等一下再说吧。你随便，你不用紧张。太突然了。土豆不用紧张，土豆子。他让我唱擅长的，我没有擅长的。昨天前天才知道他在这里直播，哎、哇，他已经播了几年了。定个风格吧，让我有点选择。我这唱首那个吧，唱一首《呼吸决定》吧。嘿，不会，哈哈。那就来一首。没事，你使劲点，会不会是我的事？我这一般点十首，我都没有一首会的。你再点，你再点，唱一首必出。我看看，谢谢芒果子的星星香香。你唱的比较多的是什么？我平时不唱。老陆，你喜欢听什么？小梦平时跳舞的，他是。不是，我平时就搁那儿聊天发呆，然后就跟背景音乐哼一哼的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那首歌你会不会唱？有一首歌就是会唱，算我输，你说。巧克力。素会不会唱？我多希望啊，素啊，啊素会唱。谢谢童哥童心卡，谢谢芒果的巧克力。那个嘛，那个素嘛，对，真素的那个素。哎，你唱的那个，对对对，哎，会。是是是，嗨，刚唱完，来了。这首歌感觉我都不用唱什么。好，我们闭麦了，闭麦了。OK。左小右涂过你眼睛，去找寻掩饰的野心，没想到最后却闯进一整座森林的宁静。你呼吸蓝丝绒包裹身体，和海洋的和你，我永远不远行。那好可爱呀！欢迎憋精。
哦，就你一个男的，你没感觉你不吱声有点那啥吗？你快快快快，好谢谢谢谢谢关键是他头发也在动，刚刚好有氛围感。风扇是风扇吗？你前面？对对对，我本来后面那个发丝灯开着会看见，我发丝灯被我关了，所以就看见了。啊，好用心啊！我靠，啊、那可不，唱的不咋地，那不得外面得用点心。确实我有点输了。那接下来，差生文之多，你知道吧？就画图上的道具必须有。那个紫色的妹妹，整一首。紫色妹妹整一首第三人称怎么样？我拿叫我吗？等会儿、啊，我紫色的我，我人呢？我等会儿，我把小梦放大，我就出来了。紫色的妹妹，哎，第三人称是吧？嗯，好，可以吧？好，可以。牛的，紫色小人。哦，多余的解释。紫头发，很有韵味。他只是我的妹妹。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。那我正自我的感情。要不你就唱这首吧。要不你唱。这是谁唱的？我忘了。许嵩的。叫什么来着？多余的解释。多余的解释，对。你不会唱是吧？你不会唱第三人称。哦，我唱第三人称吧。紫色的更有女人味。紫色妹妹很有女人味，给紫色妹妹听的眉头一紧。紫色妹妹刚才都皱眉了，我都看出来了。哪是好人呢？刚才讨论做睫毛，紫色妹妹都没说话呢。紫色妹妹是的，很有韵味。紫色妹妹小眉头一皱，事情不妙。我在心里偷偷乐呢。我听一下的吗？嗯。哦，是这个。听得到伴奏吗 ？OK。他想知道那是谁，为何总沉默寡言。人群中也算抢眼，抢眼的孤独难免。快乐当然有一点，不过寂寞更强烈。难过时候不流泪，流泪也不算伤悲。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，殊不知是他那一言语的对决。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对叠，而谁是谁？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，
是每个人都有缺陷，目子却遮掩，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。这首歌真的第一次。